不是这样的吧？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……哎，靠腰嘞！啊，来了，最难的地方。我想存档。暖暖身，暖暖身，暖暖身。送死之前，自拍一波。我想要，那怎么用能力啊？这边。Go！放过我！靠背啊，这要怎么过去？我这边可以跳过去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我原本以为会打到2点，好感动哦。我们过了，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任务已经达成了，可以安心睡觉了。天哪，我打过嘞！
我有，那一段真的很紧张，就是你只要一死掉，就前面全部重新重来。前面那一段，我昨天已经跑，一直跑，前面 repeat 好几次。刚刚是我第二次到那一边，对吧？算对，我第二次到那一边。鸟哥欸，鸟哥在干嘛？哦，哦哦哦。对啊，我的脸色真的不太好。啊，呀，来，给你唱。哦，噔噔噔噔。咚咚咚，看看它轰轰隆隆隆。接下来要到这边。会不会冷死吧？还好，看一下啊。对不对？我们先去这个，照顺序来。这么远，有这么远？好高哟！就这边的，Flower 830,106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啊，靠！帅欸，我们很帅的从天空直接突袭夜袭一波，结果下来的时候看到怪物太紧张了，妈就冲过去撞刺自杀了，看超低能的死法，怎么可以这么智障啊？我以为我们刚刚很帅的时候，结果不好意思哦，帅三秒。再三秒立刻自杀，意思。哎呦！
哇，有点多，有点多，不妙。shit， 太多了。被烧死！看，应该先解决那只蜥蜴。哎、欸，他们好，他们有个 combo 技耶，就是那个蜥蜴负责吐火，然后他那个刚刚不是有拿芭蕉扇吗？他可以把它扇火，然后我们就被烧死。哎，好屌哦！我觉得这个是。他的这个射击关卡真的超猛，真的是猛到爆炸！看一下啊，他应该没看到我吧？哎，看到我了，靠背哦！为什么这样看到我？必然射得过来，哎呦吓我一跳！啊，射不过来没？一群傻逼想过来。好吵啊他们。我操！真的上来了！好吵！你们好吵！吹吹吹吹什么吹？靠边！快跑！打带跑战术。你小车哟！好吵、喔。别乱来啊！你以为只有你有的射吗？妈的！打我，没门儿！很多只哎、欸！动、哦！哎呦！有刺，吓我一跳！
怎样看起来比较会射啊？蹦啊！嗨，你好。欢迎光临。是不是还有一只？感觉是还有一只。那先存个档，好可怕！都宰光光了，死掉感觉很可怕。骷髅马，他跑走了。哎，没有在那边，还去干那只骷髅马来骑。哪里啊？那一只吗？你是那一只？我那边，你以为我没看到你、啊？逮掉你了吧？注意，第三个坐死神庙。嘟嘟嘟嘟嘟嘟！Just Yuck， 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我们的机器人每次都会累个。恢复信心。第三个神庙不知道会怎样，它难度好像越来越难，越来越难。知道。地质考验顶级加。啊，这要 PK 的。shit。可是我没有剑不是吗？不就一下秒杀吗？知道。我操！不是一下就爆了吗？哇！靠杯啊！这个超简单。超简单。守护之盾加加哎，我们换一下守护之盾好了。把生命盾丢掉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把这个丢掉。嗯，好像都不用算了，我蛮懒的。887的，没关。那用意，那原本应该是让我们可以。但我们很难对付他，可是你只要用这个我们的技能，就可以很简单的直接把它处理掉。可能他当初这设计是想说，如果玩家不用禁止器，不用禁止器会很难处理。可是他地上都布满水，他其实是要可以让。可以制造冰块，把那个怪物顶起来，然后也是一样可以很好处理，有很多很多的处理方法，最简单就是直接把它禁止掉。什么 ？Round two 吗？我是看，好吧，哇，太小瞧他了，他好像还有第二轮。但还真的有第二轮哎！哦哦，
是我太小瞧他了。你知道，人呐、啊，不能太嚣张啊，马上被打脸了、啊。哎、欸，看，啊，稳妥稳妥。我们走最稳妥的系列。靠边那边还有一只，好可怕！走一个暂停流秒杀，感觉有什么机关呢？哦，没有，从下面走。有机关吗？好像有用，好像没有。哇，感觉是没什么机关啊。应该是有办法过去的、啊。密室的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你不要过来哦。啊，在上面偷袭我！嗯，这里好像。巨大的古代核心。哦呦，啊！这我傻逼！啊哈！看你多能修。我就忘记要怎么哦，这个跳 A， 等一下啊，是忘记怎么哦，对对对，好撕。
小钥匙。芝麻开门，还没结束。果然 ，DLC 没那么简单。喂，我靠背。太阴险了吧！来阴的欸，看，还有这样子哦，直接给你来阴的，我操！哪里哪里哪里！我靠，上面上面，这挖！给你射来！跳去了，碎啦，一样。哎呦！对，是他的，是他故意设，就是他故意这一串的任务，他就叫我们只能残血，只能让我们残血，很阴险。你就直接喷下去，我要那个装备、欸，超级阴险。我们就是要残血作死，走完这一系列任务。对啦，得完了，这是我们的作死系列 DLC 的第三个神庙，考验，对，考验。而听说解完有摩托车可以骑，所以你知道，就是他就是抓准你，再按你还是要解。官方实在太贱，太棒了，不是，我说太 ban 了，实在是太 ban 了。知道我们想要骑机车，设计一连串很变态的关卡，太变态了。好了，两个解完了，再来换第三个。应该这边应该比较近一点。过到哪了？我们刚解完第三座了，现在要解第四座了。我们要解第四座了。
哎、欸，不行，换衣服，看等下被冷死。换了换了换，怕冷死。好像溜冰哦，我们来溜冰，看看怎么溜。你知道来雪地就是要溜冰，屌溜一波。等下换个盾牌，溜溜，等下爆掉，再靠边。呜呼！啊，没得溜了。在那边，我看到了，看到那个板子了，看到那个板子就知道我要去送死了。我操！有阿鬼在那边。狙击手就要占据制高点。身为一个萨尔达狙击手，我们就是要占据制高点。然后开始无脑丢炸弹。自己打。你球滚过去了，好吧，炸一下史莱姆也是可以。对啦，史莱姆爆掉了。狙击手丢炸弹。换一把弓啊！但是这把弓伤害很低。没死哦，但我以为他死了。别动啊！好爽！那有什么弱点呢、啊？例如那根长长的脚。
还是射他的屁股。太卑鄙了。哪有，我们正大光明怎么卑鄙。等一下，那边还有一只。那一只只要解决掉，那只 很麻烦。太远了吗？哎，死了。好，搞定。现在是小蝙蝠了，小蝙蝠有点麻烦。听起来慢慢下去看。帅啦！你别来，别来，不要追我，走开！百发百，百发百秀。熬夜打舰队，可以熬夜看老板，然后顺便打舰队。我们被冰死的是蓝色的 Game Over 欸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冰被冰死的嘛，所以是蓝色的 Game Over。哎呀，那很帅的回头给他一刀，结果，我们变冰块了。上完课补眠继续熬夜的，有没有这么拼？看，全部重新来过。QQQ 有点麻烦，当时是橘色。我操！我们直接一干三呢，我们好帅哦！那我们超帅的，直接屌干一波，好爽哦！30秒也太久了吧！我操！他们不见了。冰剑能冰30秒，好无耻哦！我要用无耻兵剑了。哎，等一下，
出一波，出一波，出好出满，打完又可以连续三个月。周期这么长啊，打完就连续三个月。卑鄙！哎，我们哪有卑鄙？是，哦，你说大型活动，三个月其实蛮久的，三个月一次大型活动。太暗了吧。这是太小啦，我们是在玩创是不是啊？电流极极棒哎、欸！那、啊、我真的是在玩电流极极棒、欸，好好笑哦、喔！哎呦！这个也没用，我换这个也没用。不行，不能用。我没换武器啊。我记得武器好像不让我们换，对吧、啊？武器不让我们换。见，对啊，欢迎马工。可以点燃什么东西吗？哎、欸，打把空，对啦，要射吗？但是要我射他吗？不是，
我操！呜 ，shit！ 小杂种。就这样结束了，结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，啊，我以为会很难，结果还好。对，太卑鄙了吧！什么卑鄙？哎，这个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智，因为那个盾是从那些怪物身上抢过来的，然后我就拿他的盾就反射他的镭射光，啾啾咻咻，然后我们就咻死他了，什么兽臂？我乃你正是我等期盼之刚米，然而考验尚未结束，勇者啊，此剑会为你引路。怎么？噌！哇塞，好亮，好亮啊！变坏掉了，咻咻咻咻 ，bang bang bang， 咻 bang， 越来越远。大暴胜，咻咻咻片，哦，这看起来比较厉害哦，这神殿看起来比较厉害。你展现之力量已开启崭新道路，你要前往标记之四个地点，朝更高目标迈进。拿出我们的悠游卡，不是啊，我们的 iPad。噔噔噔 ，In Japan， 先去最近的。骆驼，先去骆驼。对，雷最难吗？我们一挑就挑一个最难的是吗？没关系，我们由难入简，对不对？直接。屌虐一波，对，屌被虐一波。哎，是不是太热了？我们是不是要换衣？可以换衣服了。没有那个一滴血，我觉得应该都还好，应该吧？不知道，没有一滴血，感觉都还好。看一下这个方向吧，不是这个方向，是哪个方向啊？这个方向对，水最难了、哦，哦，啊，看我们想说从神兽这边来的，又不行，
就这样子吧，从下面。Jump。Jump。V9780617，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好像很远呢。在上面呢，我的妈呀，很远。哦，我朋友实在太相似了。我今天上课，他们直接在我面前说：“天轩老师教的不好。”天轩老师是你的同，是你的同事是吗？哦，你不认识。没有说泡泡老师教的不好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只要没说泡泡老师教的不好，都没关系。他们只要一说出这句话，那些小萝莉就完蛋了。直接被泡泡老师一波调教，调教之后就变刺客教条。顺路还采个蘑菇。老师的圈圈不好。老师的什么不好？圈圈不好是不是？我不用飞的，看，不要戳破我，我就喜欢爬山嘛，奇怪。我们是喜欢爬山的林克吗？身为一个攀岩高手，当然是用爬啦。很高兴你能抵达此地。接下来将只是新考验之地点，只考验能提高你的潜在力量。且莫掉以轻心。啾！我操！有没有这么麻烦啊？攻略什么？攻略小萝莉吗？嗯？哦？哦？哦？哎呀！哦哦！如是我那怎么有蜘蛛眼？真是如此。嗯嗯。挑战考验的。音节乌尔波杂之上，就让我吟唱给你听吧。
操，这个比较容易懂，这个就很难懂。这个我比较容易懂，这个大概就在这个附近吧，应该在这个附近。看一下左上角，哎呦，它左上角应该在这个区块吧。这边有一个，然后这一个哦，看这个就比较难看了。这一个哦，有绿洲，我操嘞！这个很难看嘞。老实本本，这个你看，他刚刚有提示啊，他刚刚其实有提示。是在城的附近，城在这边吗？城的，我看一下，城的左上角，差不多这个区块吧。那个我就真的看不懂。绿洲。先换个衣服。有点像这个区块，格鲁德峡谷。我觉得应该是格鲁德峡谷吧，因为还有绿洲。我相机是调太远，这是望远镜啊，是不是相机？对啊，我可以拍起来。第二哈，好，接下来先去红区，应该比较快。好，红下去应该比较快。神庙啊，我那边还有个还没有解过的。顺路解一解。噔噔噔噔！哇，被发现了！呀哈！王
取得黄金大便。我怎么看相片呢？哦，知道了。那个点点上。天上，是放太大了，我觉得放太大了。哇，真的放太大了。大概在这个区块吧，移到那个比例尺，差不多在这边欸。差不多在这边欸。对啊，我是不是有个，是不是有加跑速的衣服啊？那走要走多久啊？我记得我加跑速的衣服，好像没有，只有雪地的衣服。哎，算了，那里还有一个神殿还没解，晚点过去解。感觉很热，很热，快中暑了，快中暑了，赶快穿女装，快穿女装。哦哦，有怪物，有怪物，有怪物！哇！那你就是打他、啊。操！我要用什么干死他呢？我直接拿大石直接。
按一种选手。阿小。我操！太痛了吧！换装备了，我们防御太低了，我们穿那个女装直接被操都快死掉了，我直接跟他穿个攻击装跟他硬干一波，痛哦！我们就是嗑药达人。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十分钟，记得可以有个可以看那个食谱的、啊，食谱我怎么看啊？我就忘记，算了，不再玩。硬了吧！奇妙砍出一招，砍出一个大招啊！共存哦！哎呦，我们快冷死了！看，干死他还要过神庙、哦，不是整我们的吧？这是一个狂整猛整啊！我快冷死了！哎、欸，我们刚干死他的东西嘞！垃圾。三个垃圾盾，这三个垃圾宝箱。我跟你太远了，还没走到就冷死了。
代盾拿古代补是攻击药水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你要怎么看那个啊？要怎么看食谱啊？你還，我记得之前那时候很爱用，很爱玩料理，有一阵子到处收集材料啊，做料理很好玩。现在都忘记了啊。嗯，然后还是我们够硬。被敲了一下，剩一滴血，还是技能关系。选择大小，大小哦，看这样子玩的哦，太难了吧。等我哎！好啦，将就一点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应该可以吧？可以的吧？啊，大的，猜测。什么？
样子吗？啊，我好强。那这边呢？这边少了一个东西。怎么办呢？这边少了一个东西。啊，哪里还有东西？有了。我想想，想想这边要怎么敲。感觉那边要拿一颗大的。不行，对吧？这边。哦，是可以动的哦，靠边，它可以动。我的天！啊，这边用冰块，应该是吧？嗯，还不够高。哈哈，嗯，没有碰到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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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Easy， 太阳盾。看一下把什么丢掉呢？啊，没有扩充盾的空间了。就丢掉好了。这种解谜就真的苦手，直接不会玩这种游戏。这么夸张啊？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这种解谜的益智类，就是它不需要操作，可是就是你要思考，但是你真的得思考。但是我觉得这种解谜游戏 ，Marco_E， 欢迎光临。这种解谜游戏，它如果设计者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也会提供你暴力破解的办法，而不是单一的解法，它会提供你多种解法。那萨尔达它其实是有做到这样的效果，特定的关卡，它不是每个关卡都有的关卡是可以用暴力破解的，而不是只有单一解法的。我觉得就这种设计就很厉害，因为你给唯一解的话，就有时候
有时候你遇到真的想不到，你还是没办法。但是有些其他方法的话，你就会多种解法，我觉得就很好玩。像刚刚那个肯定不止我这样解法，还可以用武器，对，还可以用武力武器暴力解，很有趣，它是很有趣，很好玩的游戏。这游戏有结局吗？有剧情，它有剧情，算有个结局。它虽然是开放世界，但还是有个故事主轴的。只是它这一代就强调自由性，自由程度很高。它这一代强调自由程度超高，你几乎各种地图物件什么都可以互动，挺好玩。那个是树枝，是不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就知道。他不用练等，他不算练等。你虽然可能要收集协调那些的，那是收集要素。可是就算你不收集，也是有人一颗星打通关，超可怕。刚好看不到路了，也是有人一颗星打通关的。就是那种技术型玩家，也不是一颗星啊，好像初始是一颗星吗？我就忘记了，总之就是血超少的通关。不要好了，等一下变槟榔肉。三星通关，太下流了。好远哦。LNW1006， 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好美丽。Jade Gao， 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们在拍照。一些照片，我们在跟若难的妹子拍照，喝上一口冰凉带劲的白衣遇上博弈啊，好那些啊，还想喝白衣遇博弈啊，我要去哪里生白衣遇博弈给他喝啊，这个婊子。ウルボザの怒り。
いつでも放てるよ。快乐死啦！我妈中暑了，中暑了之后穿妹子装。啊，伤害不够，射不死，尴尬，浪费剑。回来了，又大小。哦，刚刚是这一块。我们已经解完一个，再来是第二个。啊，第二个在哪里啊？刚刚这个解完了吗？解完删掉。我们拍了很多妹子照片。我们拍了很多妹子的照片。真傻笑。上桥。那就这边啊。对吧，是这个吧。看起来像这个。五个铁块。两点十五嘞，好了，我们回城了，休息了，明天再继续解。哇，真的要解很久哎。嗯。哇，我们这样今天解几个？今天解了几个？是没有？今天解了三个。加这个一个四个，我们今天解了四个神，四个吧，这四个神庙吧，对吧？今天解了四个神庙，休息休息休息，有没有当休息？不，睡觉去，晚安，明天见，感谢。